哎，老是有人喊着说，哎，我打球老是顶住，哎，我拉球老是顶住，哎，我老是往上拔，哦，我拉球老是往后仰，这个就是被球顶住的表现。那么发球也可以顶死对方的。你虽然看我的这个球，哎，它没有什么旋转，但是它的弧线低，弧线结合速度就是这个球的奥妙所在。这个业余球友都可以去学的。来，大家再看一下这个球啊，基本上业余球友哎都怕这个球，哎都怕这个球，挑又不好打，挑它是顶板的啊，搓又容易冒高。你看像这种球，哎，所以说的话啊，就是在业余球友当中，你没有很高的造诣，就是你的水平不是很高，你处理这种球的难度是很大的，你的基本功不好。像这种球的话啊，可以抢啊，就可以抢前去劈它，或者去带它打相持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啊，这个球啊，这个球是大家可以去学习的啊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